今天我们到齐了。欢迎杨洋，杨洋，我们昨天呢接到的通知是9点钟就位，现在几点？现在已经九点二十分钟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整个的队伍中，你是最晚的。现在目前是最晚的。军哥呢？军哥呢？他不是，他们那边两位不来了，今天。为什么？他们有事情。他们中午那一趴才出现。就是我们整个队里面就只有你最晚。然后更可怕的是，三位哥哥早上6点就来了。啊，对不起哥哥。好，谢谢谢。不好意思哥哥们，对不起哥哥们。我们以后不会了，我们再也不这样，我们再也不会这样。你看，这原野森林终于来了，这个小白羊。